哈喽，我是阿伯刘。经过十几个小时飞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机场 Schiphol， 是基辅国际机场。现在的时间呢，已经是晚上快9:40，台湾的时间应该是大概慢了6小时。那一下来之后呢，我就去买了2张。这次来呢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这个库肯霍夫这个花园去看郁金香，还有风信子，还有许多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卉的一个花园展出的地方。那在我后面呢是 Starbucks 旁边呢有一个 AKO， 就是买这个票的地方。好了，那么剩下的部分呢，如果明天天气好呢，我们就会去，然后再把这次最漂亮的这个库肯霍夫。来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库肯霍夫花园。对，哇，你今天又再来一次，对不对？第二次啊，第二天连续2天来。因为今天天气比昨天更棒。对，好，很棒。那我们赶快进去吧。OK， 走，你带路。